大家好，听哥，我是听嫂。2022年最后一档，我们两个乱推乱卖东西的时候来了。不是乱推，刚刚我们家采购拿了一整桌的东西，让我们自己挑，我们选出自己最喜欢，觉得说哦，这个接下来很有亮点哦，的东西要介绍给大家。而且很多是新品，然后很多是我们真的用到现在，我们真的觉得不错的。双十一到了，教大家怎么到我们听哥严选来挑东西，便宜买最经济实惠，聪明的买，我们就做超多活动的。对，所以今天所有的活动呢，也会跟大家讲，要让大家买得开心啦。对，那今天呢，大概98%都是手机相关的配件，有2%那个不是，但那个也是之前的热销品。好，刚好呢也有做活动，看起来那地方讲大家看。好了，第一件事情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？今年大趋势就是流行 MagSafe 的东西。不知道 MagSafe 的呢，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影片，放在链接上面。但是今天呢，他直接讲一些新品，我们个人觉得蛮棒的。有几个，我跟你讲，拍完以后，我要叫采购凹下来，我要用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非常喜欢我的壳。但是我这个壳呢，它没有支援 MagSafe， 那没有支援怎么办？那你要想，怎么会有这一圈？它这就是 MagEasy 的磁吸扩充贴片，也就是你有这个磁吸这个贴片呢，你把它贴上去之后，你想吸什么吸什么，任何 MagSafe 的东西你都可以用。哦，真的吗？重点是呢，一盒里面，它有两片。你看我的这个，它还有 Purple， 它还有紫色。如果你这次是买紫色手机的话，你就可以用 Purple 的。那怕自己手残的人呢，然后它里面就有一个辅具。哦，这是怎么样？它就是你可以对准你的手机，知道 MagSafe 的正确位置之后，你再贴下去啊。手机尺寸这样哦，所以安卓也可以用，你这样讲，任何手机型号都可以用。你不是只有说哦，我手机是 iPhone 才能用，没有，你华硕也可以用，你什么任何 Google 手机都可以用。但是我要先讲一件事情，如果你有装手机壳，你的背盖厚度如果超过2毫米的话，其实是会影响无线充电，怕会比较不灵敏。所以如果你的手机壳是厚的，贴上这个的话，你会觉得怎么没有无线充电？真的不是这个贴片的问题，可能是你手机壳太厚了，没错。但是如果你不是一定要无线充电的话，你还是一样可以有这个圈圈。重点是我们之前不是有讲有介绍过一个，就是它一样的磁吸贴片，然后你可以贴在什么冰箱上啊，对对对，然后可能厕所的镜子上啊，你只要有这个跟它对应的这个线圈，你都可以直接洗澡去。另外一个是我自己喜欢的锌合金的磁吸的指环支架，然后呢，它这个也很多颜色，但我拿出来这是紫色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你看哦，吸上去，它指环有时候你拍照也很好用，你看它又可以这样子立着这样看，或者是这样横着看。如果你觉得它有点定北的时候，它压下去它也是平的。对，今天没有用的需要的话，你就直接，你看，因为它磁吸嘛，一拿掉。就不用说你粘在上面。而且我发现一件事情，它也有附贴片的。它也有，而且它也有附辅具，因为像14 Pro 的 MagSafe 是长得比较上面，所以你就是可以有那个辅具，你就是贴上面一点。在这边跟大家特别说明一下我刚刚是不是有讲说它可以直接拔掉，对不对？对。拔掉的时候就可以拿来干嘛？你就可以拿来无线充电使用。它粘在上面的时候有一定厚度的话是不能无线充电的哦。所以你就是睡前，如果你像我一样放在床头要无线充电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拿起来。放上去就可以用了。对，它也是有那个吸力，就直接吸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要搭无线充电就走这一个了。哦，那是什么？它就是可以无线充电的，吸上去。哎呦，它吸力很强。它里面有附线 ，C to C 的线。你这个线呢，你接上去以后，就可以快充。它就帮你充电了。接我们家的充电器，补货了。终于，之前卖到缺货，我非常生气。对，我们在最好的档期卖到缺货。65瓦的氮化镓的热销品，你看超小一个，超好用的啦。拍完这个也再带走，就是你造成缺货的原因，一直干东干西的。好，你看我这样把它接起来以后，对不对？它就可以帮它充电了。然后呢，它立即那最高呢可以达到15瓦的充电速度，那支援 iPhone 的磁吸充电，但 iOS 的装置目前最高到7.5瓦了，照样继续追起来耶，是不是？我在这个支架旁边，我放了另外一个这个支架，这个是我最近觉得好用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下面可以放我的 AirPods Pro， 上面呢
我就放在办公桌这边，然后这边呢就是用我们的那个笔电，嗯，那我这边点一点看一看滑一滑，我就可以继续用了。而且我发现它这个二合一的这个充电盘变更小了，小，体积更小了。对，它就是因为像有一些人他的办公座位不是像你那么大，有一些人的办公座位是非常小，很迷你的，很适合吧？哎，很棒哎，这我要。发现它有一个另外的好处，什么好处？就是这个东西它除了放在办公室或放在家里使用之外，它方便携带，或者你看你去露营、咖啡店、你去朋友家什么的，这很方便携带耶。讲了那么多，我还是跟大家讲一下我们的双十一有什么活动，就是从11号开始到11月14有折价券活动，活动期间我们有三张的满额折价券，有50、100跟250。然后活动第二个呢是11月7号到11月11号有整点抢购活动，每天晚上10点呢会整点开卖。活动的特价商品一共有5种商品。好，我们先从11月7号晚上10点 ，Gigastone 的4合11万毫安时的无线充电行动电源，这里就这一颗，很小哎。行动电源，对，你如果要充的时候，你说还有一个插头，它直接就付了。哦，原价是1390元，我们的抢购价是888。888，我还不抢到啊？就20个哦。然后另外一个是11月8号，因为我们刚刚说晚上10点嘛，啊，一样晚上10点是什么？这一颗插头，这个插头呢是20瓦的折叠式的快充，这 Switch 的。哎呦，答对了，原价一样1390，抢购价777，然后限量20个。所以大家还不那个手机的闹钟就设起来。好，那我们讲11月9号有什么 ？One More 的这一款耳机原价1490，然后抢购价1111，一样只有20个而已。真无线蓝牙耳机。对 ，IP4X 的防水，然后它有物理性的降噪入耳的设计。那另外呢，它有通话也可以有环境的降噪，重点是它可以单耳就可以使用。One More 的耳机其实很棒的。其实，在我们这里一直都是长销品。然后再来就是11月10号了，好，就是双十一的前一天，就是可以带着走的，然后磁吸的无线充电器。好，它呢原价1490，然后抢购价111，那一样走限量20个。然后再来就是这一个，其实他那时候拿出来，他说要做活动，我整个有点就已经卖到缺了，还要做活动。就是我们家这个采购很佛心。对，这个氮化镓这65瓦这一颗插头，它在11月11号晚上10点，我们家的65瓦插头原价890，抢购价666。但是我先讲哦，黑色只有25个，白色只有25个，没有就没有了。再来呢，我们还有一个，我们第三个活动有一些是优惠的商品。我跟你讲，这我觉得是今年最大的黑马，这个插头再加上我亲自包的线，就是 C2 Lightning 的苹果快充线，加上我们的这个氮化镓65瓦插头，原价1190，活动价999。对，黑色限量250个，白色限量150个。哎，1000有找哎。那这个我们就不再介绍，因为这个一直是我们电商的热销品。我们家的线材非常好用，插头也是。你用了就知道，回不去了。好，第二个是你 Team 嫂特别说一定要拿出来做优惠了，他就跟厂商要的。接下来是圣诞节、跨年，这个都非常重大的节日。那我们也知道，就是人多的地方其实就有很多的危险跟风险性。所以最好的状态就是你自己买回家跟朋友一起唱歌。对，这个东西在我们之前就是疫情期间，已经卖到下架，卖到一直缺货，等了大半年以上，好不容易又补货。原价的22900，现在活动价只要28800而已。哦，因为这个之前是卖的，真的卖的太好，真的等了太久，这个补货补太久。对，所以我们在双十一也拿出来一起做活动。那另外最后呢，就是还有这两个啊，一个呢是 One More 的另外一款耳机，然后它这个耳机呢原价是2490，然后优惠价只要2211，它有38 dB 的着动降噪，像刚刚那一款没有着动降噪，它是物理式，好，那这一款呢是着动降噪，然后有入耳自动侦测，然后 IPX5 的防水防尘，户外的话也有抗风罩。哦，所以这一款其实也蛮棒的，就是更升级版。对，然后那个更升级版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 Switch 用的这个哈，然后原价呢1390，现在活动价只要990。它是什么 PD20瓦折叠快充？ PD20瓦，对的。所有东西都能让你用千元这样子，几乎是千元以下这样买到，你真的是仅此一档，不要错过。双十一了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先这样喽，好，拜拜。拜拜。